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冰糖。这一期视频带大家来做一下这个寻星之旅第三天的一个位置攻略啊。那么，首先我们传送点选择的是这个禅纳园啊，禅纳园左下角的这个七天神像。传送过来以后，直着往前走啊，直着往前跑就行了。小地图的南方向啊，看南方向，直着往前走，就我这个方向一直往前飞飞就行了。大概会落到这个地方啊，大概会落到这里，继续往前飞。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一个这个就是那个。圆形的祭祀的那个坛子，来过来，看到没有，在这里吧，你就往下看就能看到。然后到这个坛子这里以后，旁边有火把，看到没有，在我们面前就有一个火把，南方向有一个火把，那我们给它点亮。然后跟着这个小东西移动的路上也有火把，有隐藏的火把，反正就跟这个小东西走，看到没有，在北方向还有一个，这是第二个。然后你跟着这个小东西走，这个小东西会路过两个。刚刚是点亮了两个嘛，这个小东西会路过两个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一个。然后把这个给它点亮，然后继续跟着它走，还有一个，在那块儿啊。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，继续跟着走。用雷属性攻击啊，雷属性攻击能把火把打出来。OK，那么这是最后一个火把。然后四个火把点亮在这个台子中间啊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未来星，好吧。那么第三天的未来星就是这样了。那么60元是拿到，好吧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如果对大家还有帮助的话，还请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UP 主，谢谢大家了。那么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这次一定关注。